宽团甲民众是呼叫恢复阳明山保护区，通知财团来查土地。台北市府就表示会举行真侪座谈会，听民众意见。啊，那内政部国土署是强调，以保护国土甲环境来做前提。不要财团盖豪宅，不要财团盖豪宅。大声喊口号，呼吁政府甲阳明山山顶部分的主题区恢复做保护区。因为阳明山永光路迄块地下的土地，永过也是保护区。40多年前，因为一个行政命令，就变更做主题区。最近这几年，煞有财团投资土地，宽团甲居民拢无愿意看到去向乌白炒土地的情形。应该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，做伙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有作为。气候变迁的因素，我们不希望就是有意外、有死亡，我们中央才会启动这个检讨啦。这些区域几乎都是被财团囊括的，所以我们呼吁，台北市政府，你赶快把它恢复为保护区。因为受到法令的限制，当地居民无法度增建因的厝，居民嘛希望政府会当发挂开温，温准居民原地增建。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寄存住户的权益，开放给居民补办登记，保障居民合法的财产权还有生存权。宽团甲居民要求台北市府严格把关，保护当地自然环境，也要求内政部爱保护国土。内政部都委会综合考量那地方所呈报上来的内容，以及民众的这些曾经意见呢，来做这个整体的考量。国土署强调讲，针对宽团甲居民的诉求，拢会做讨论，也会请台北市府进行相关的听书。因台北市府会启动通盘检讨，举行座谈会，也请居民参加发言，了解居民的心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